灯往往能缓解紧张情绪，但明星出席活动穿的都是礼服，很少有豆，小手无处安放，那就尴尬了。看看我们的天仙无处安放的手，简直太可爱了。西装上衣没豆，然后把手插进裤兜可以原谅，但那个仙女裙还希望有豆吗？录快本时，陈伟霆在裤子那没摸着豆，没死心，又摸了摸衣服。同样尴尬的还有李健，西装弄个假兜，害得他不停摸摸摸。设计师太不敬业了，怎么不考虑个人性化呢？害我健哥不能专心唱歌。钟汉良的也是太可爱了，这骚动的无处安放的小手，这难道是想要自己掏个兜出来吗？受惊没有口袋 ，pose 都不好摆。知道为什么吴亦凡的机票老在嘴上咬着了？因为衣服没有兜啊。周笔畅与粉丝合照时，也有一双无处安放的小手，呆萌呆萌的。所以说，明星们以后出门还是穿个有口袋的衣服吧。